什么样的美可让时空冻结？什么样的美可以看见幸福？澎湖，蓝色大海，美丽奇迹，在这里，深烙了古老记忆，还有好多暖暖人情味。海洋天堂，最美的故事，最美的邂逅，澎湖。来到澎湖科技大学，展开最精彩的大学生活。澎湖科技大学，欢迎您。国立澎湖科技大学前身为澎湖海专高雄分部，期间历经数次改制，于民国94年改名为国立澎湖科技大学。本校除了智育，同时也有志工培训，培养具有活力热情之优秀学生，以重实务之科技型大学为办学理念，务实创新，增加学生就业竞争力，展现小而美、小而有力的鲜明特色。与绿能结合，朝青岛与产业典范大学的目标迈进，着重产学合作的时机，提升青年研发创新力，鼓励同侪讨论，多元学习。澎科大校园环境介绍，本校建筑与设备崭新优良，全面完善，使学生五育均衡发展，师生教学相长。图资大楼内有国际会议厅，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拓展学生国际视野。图书馆馆藏丰富，提供教师研究、学生学习之丰富资源，增进学术研究品质。同时备有平板电脑的数位阅读区，全面实施一化高等教育。艺文中心定时举行艺术展览，并建立各项澎湖当地艺文之资料库，提升学生人文素养与审美观。海洋工程学院运用澎湖群岛季风与充足的日照，发展海洋生物与绿能相关产业，并建立产学合一之特色。水产养殖系专业课程内容涵盖各种海洋生物反养殖及其生态资源研究两大领域。硕士班与大学部学生除了需接受老师指导完成专题研究，提升理论知识与技能，还必须在校内养殖场亲身体会澎湖特有的箱网养殖。同学也有机会出海，在公民营机构体验牡蛎及九孔延伸养殖、紫菜反养殖及涨退潮换水的陆上鱼温养殖。食品科学系以海洋资源的开发为重心，协助澎湖地区海洋资源、食品资源的开发，学生能够实习学习食品加工的工厂实务，并利用澎湖当地特产，如海葡萄、石椿、干贝、仙人掌、墨鱼、海藻等研发产学合作的产品，如仙人掌气泡饮与芦荟蛋糕，同时设有生化实验、微生物实验及化学实验课，落实食品检验分析及食品生物产业技术。资讯工程系课程发展重点为网络技术与服务与数位内容与应用等两大方向，并以离岛资讯技术与应用为本系发展特色，进行跨领域的教学研究。本系设有专业教室与完善的电脑设备，让科技运用的理论课程全面充实，同时更设有精密仪器，让学生能精确练习与操纵云端科技，以离岛资讯技术与应用的重点科系为发展目标。电信工程系，电信工程系以无线通讯技术为发展主轴，包括通讯与信号处理以及射频微波两大方向，除研发关键技术应用于行动通讯及云端科技外，并延伸至绿能、养殖等相关领域。系上教师多具有业界实务经验以及专业证照，并延聘多位兼任业界专家，传授最新的业界实务讯息。系上教学及研究设备优异，既有8间专业实验室，并设有国家证照考场。专业实验室除平日上课外，夜间及假日固定开放供学生使用。
充分展现技职学生融合理论与实作之特性。电机工程系以系统与设计为发展特色，结合微电脑科技与电机电子课程，使学生得到完整的工程训练。同时亦发展风力发电与太阳能机械，为朋科大办学特色之一，配合国际趋势，极具岛屿经济潜力。同学能够在朋科大设有的国际标准风力展示场学习风力发电与利用的各种理论与技术实作，也亲身体验风力发电的机械实物，可谓是朋科大重点校系之一。本系所课程系以培养观光休闲领域专业经营与管理人才为导向，强调学科、术科并重，并鼓励在学期间考取相关职业证照。本系目前有专任教师13位，均为欧、美、日及国内知名大学之相关系所毕业。104年度本院观光休闲事业管理研究所将并入本系，未来学生将可以5年一贯课程同时取得硕士与学士学位。本系课程特色分为观光服务与岛屿休闲两个模组，配合课程建制有11个专业教室，其中有2个专业证照考试教室，分别可以辅导学生考取英国国际咖啡师、国内领队、导游、游程规划师、领团人员、会展等多项专业证照。参旅管理系不仅有旅馆管理的理论学习，更设有实习旅馆，与澎湖当地各大饭店合作，使学生有充分实务经验。烹饪方面落实技术养成，聘请国内知名主厨做中西餐教学，辅导学生取得各大证照，如餐服证照、中餐乙丙级证照、饮料调制丙级证照、烘焙证照和会展出街认证。本系也设有实习餐厅永丰馆，让同学实际演练学习餐厅经营管理。海洋运动与游憩系以海洋运动竞技与海域游憩经营管理为发展主轴，为国家培养优秀的水域运动选手与海洋游憩产业培育专业经营与管理人才。各种水上运动本系皆有充足优良的教学设备，每年定期举办朋科大杯活动竞赛，教学合一，产学合作。本系也设有风浪板、帆船与独木舟等水上运动教学设备，让学生先亲身体验，爱上运动，了解澎湖之美，进一步提升教学品质与系上优质热情氛围，徜徉在碧海蓝天里，与同学师长一起体验海洋的魅力。人文管理学院的课程规划，除了提供全校学生基础语言、人文关怀素养以及商管知识外，更规划跨院系课程，以提供学生更多元的职业准备之能。资讯管理系配合业界目前在资讯管理领域之需求与未来发展趋势，订定本系之2大发展主轴为 e-service 行动服务科技及 e-service 电子化服务业。专业课程教学品质优良，广获各界肯定，校内外竞赛屡获佳绩。行销与物流管理系设有两岸三地及国际的商务实习教室，让学生拥有熟悉两岸经贸、台商经营、中国行销及冷链管理之机会，并结合在地产业开设跨院系之水产养殖加工及行销智商整合学程，让学生可以立足澎湖，放眼世界。除了课堂学习之外，也鼓励学生彼此讨论专题研究，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并积极和师长讨论，营造优质学术氛围。本系更实施产学合一，与各大企业合作，让学生能参访商业机构，落实专题研究。航运管理系因应空运业等自动化之需求，设有航空定位票务实习教室及通关自动化教室，并开设航空定位系统、商业自动化、通关自动化系统等课程，让学生在课堂上便能亲身体验实务操作，培养专业技能。应用外语系设有专业语言教室，特聘具备专业教学能力的优秀外语教师，强调外语实务，包括英语导游领队、英语教学2大模组，同时开设商业选修课程以及第2外语必修，
也是澎湖地区英语检定考照中心。本系同时设有校外实习、志工培训与海外参访等多元课程。澎科大除了丰富完善的学校课程外，更有国际化的交换学生、海外教育展、产学合作的校园征才博览会，让学生在学校提早进入社会，学习一技之长，体验国际化世界。澎湖科技大学欢迎您。